格拉胶瞓咗喺度啦。哎，真系丢脸啊！竟然伤成咁，冇办法同你一直走落去啦。放心啦，我嘅伤已经被处理啦，但系吴先生已经心处，你哋系交俾你啦。为咗我哋未来要赢，再次晕过去，为咗不辜负佢嘅期望，快啲出发。有机器喎，终于可以抌你狮子走啦。因为换走佢啦，呢一个平野果，广角眼镜，应该系广角眼镜好啲。点喺度？左右我上面嗰个啊，空敌切鸡图，冇特别嘢睇噶，冇彩蛋睇喺度。嚟啦，系咪最终大佬啊？哇！呢个咩？呢个咪就系、是？咦？哦，好真唔细。哇！经典嘅场合，我都未玩过呢度，好似咁老实，我全部玩到唔同。跟住前进啦，呢度有我哋牵制住。咦？呢度咪一开头第一集见过嘅画面系嘛？同我对接仲有时间望，估唔到以呢种方式咧再次相会。只要变得更强，做啲咩都冇所谓。真挚喺你同小智决战咁多年后，呢度好似睇过啦，你飞啦，艾兰咩和睦相处，即灵就系战斗嘅工具。只要能够战斗啊，喂佢食嗰啲中药都冇问题。我哋即灵全部都系经历过啲中药先嚟到嘅。啊，喺呢度啊！有啲呢个边个嚟噶？呢个点读啊？就火啊？定筹火呢个？火箭队男成员，点解呢咁嘅垃圾都可以同？点解都系同呢冠军一齐打啊？唔明？点解过唔到？全岩队、沙队啊？冇所谓啊，沙队呢啲太劲啦，但系沙队、水队呢两队算系主流嚟嘅。沙队、水队跟住火队呢三队，火队比较即系太阳队比较难少少，唔用神就有啲难。一开始嗰度系啊，一开始嗰度终于够亲密啦，同啲战斗度，嗰啲精灵就系战斗嘅工具啊，唔存在什么咩羁绊，已经太迟啦。曾经咧屡次阻碍我同水唔同，上次基利决战仲未吸取教训，呢、這个使用嘅我咧远比我更加狠心，我同佢组合俾你系无敌嘅。终结之地嘅梦想咧咁轻易实现啊！佢已经抛低你咧，独自走去祭坛啊！我呢度冇得睇啦，呢度究竟原文，一上到阿 Red 又出咗嚟，你边个？我唔知边个。我呢个好似唔知系边个边一集，即系边一个世代里面嗰啲角色啊！金仔，我战败咗啦！喺你之前，我同朗人一齐挑战，知道佐治佢太强大啦，完全冇办法同你制衡，冇办法抗衡。在我将支援带嚟之前，帮我争取时间啦。就喺呢度啊！哇，系啦，黐线咁多神兽，我觉得我赢唔到，其实真系，我觉得我赢唔到我嘅队伍啊！凭住我呢一个高超嘅战术都赢唔到。君临天下啊！究极联盟，究极老母真系唔系最终嘅一个决战，都唔系啦。参考过嘅文篇，反目兄弟，点解有个？有个男仔附喺度，打开通往神界嘅空间。哇！全部神兽出晒，黑暗利基啊！出嚟系雀仔，咩伊菲乜乜乜乜乜？点啊？天界之顶打开天界嘅道路，天界之顶系阿尔宙斯嗰个道具。哇！天界就用呢咁嘅垃圾阶梯，大家睇下边个嚟咗？系特别加分啊！究极训练师点会噶？究极训练师点解净系得我一个先叫究极训练师？其他嗰啲唔究极啊，因为我系主角。睇你嘅眼神好似冇惊讶喎，一早知道我哋嘅存在，几时发现嘅？上一世发现。明明掌故咧假装啊，竟然被看穿啊！冇错，嗰时候我哋假扮嘅，都系嗰度咧招募到嗰个有前途嘅紫发少年。呢度讲紧之前，即系嗰啲扮嘢嗰啲啊。唯有力量不顾一切嘅样子，咁即系强者嘅典范。艾兰冇一齐嚟啊！艾兰瞓咗。曾经追求最强嘅佢，竟然会沦落到同呢啲垃圾训练师一样。系咯，喺屋企煮饭仔，咁样咧，离最强嘅之路越嚟越远。天界之梯已经打开，你已经冇胜算啦。伟大嘅神话今日将会降临喺呢个空虚无趣嘅世界。无名的小卒三番四次阻碍我哋嘅计划。如果你同头先嗰两位成都阿罗拉嘅联盟冠军一齐上都有啲食嘅，你冇办法阻止啦。
儘管咧食完呢一個苦頭都唔敢都唔放棄啊！係時候俾你體驗下究極嘅絕望啦！我哋先去製造創世嘅究極之光，等我嚟啦！試下呢個新研發護罩裝置 ，Hyper Mudeki 呢一個，哇一發呢啊，唔夠打喎、啊！精靈能力會被下降，免疫所有異常狀態。喂，咁我即刻唔使打啦，得啦，可以重開啦。冇一樣異常狀態，我電磁波廢咗，真係淨係得反射壁呢種冇得啊！試下先。哇！黐線，再來一次 ，soft 咗嚟。呢度係咪要連打噶？可能係。陽攻。黐線，暗黑尼基亞。我知波動。Mega 尖攻，尖攻，喂，动弹不得，黐线啊！连续两弯动弹不得，玩翻技能先，唉，一切重新开始各位。啊，因为佢话佢冇得用呢个咩状态，我就唔用呢招啦。啊，跟住呢度咧，我就可以入去啦。山打去天界道路用咗木梯，冇错。佢哋玩咗咁耐嘅，原来只系用木梯上去嘅天界道路。亚金，啊呢度开始啊！其实我应该系前面再 save。正义感不再有任何。再来一次，我直接换做，其实直接换做班格拉都得咯，我觉得。哎呀！尖攻，哇土地云啊，土地云唔够打喎，呢只土地云系咩啊？威吓啊！呢只土地云好似系，好似系威吓地震先啊？唔系，应该用地震。红牌，灵魂冲击，哇！死亡之系咩技嚟啊？有啲咁神奇。威吓土地云，土地云呢只系咪地飞嚟噶？我唔系好记得，好似唔可以用地震打，亦都唔可以直接换。唉，死咗啦呢度，系死咗啦。意识嘅，大嘴蛙，冲浪，哇，犀利啊！直头，直头地主，地震。又收走，哎呀，无击撞佢火技应该，地震，暴风，圣剑，不再加速，不再落雨，即下杀，钻石风暴，冇啦，我哋最屈机嘅御三家，成队入面最麻烦就呢只，但佢啲铁矿飞嘢都唔劲，呢个系可以输嘛，啲人话。赢咗冇分别啊！困难冇得赢唔到，有冇分别？冇分别。对唔住，即刻道歉、啊，即刻道歉、啊，唔得，我要尝试多几次睇下赢咪。我觉得可以。其实佢只火箭鸡咧，只要我用到火箭鸡谂下先。夹破人蛙唔用命中，可能要用夹破人蛙，但我觉得有机会。啲魚龍水 set 得唔得咧？試下啦嚇，再試一試啦，真係唔得先再完啦，係啦，先再輸咗佢先啦呢度。Mega 尖攻 ，nice， 好土地雲，土地雲呢度。好啲人呢度唔可以出嚟，有冇得碰？烈火辉夜，烈火辉夜，呢个可以用雷龙，雷龙，
有冇機會咧？呢度用網聲好啊。好先，仲有啲咩好嘢？土地雲、鳳凰。呢只用水應該佢都會死嘅，其實用啊。雨不再落，呢度 fake out， 我快過去，冇中啦，好麻痹啊！哎呀，一血根啊 ！Oh no， 係咪一血根？係一血根啊嘛，係一血根咩？好似係，好似冇扣過血，點咁噶？我諗先呢度。翻个奶，拿翻出嚟啦！圣剑，我呢度要即刻出翻个奶出嚟。啊，唔系龙头地鼠，呢度我一定用地震啊，冇可能用岩笔，因为我知道一定唔同嘅。之后冇咗沙尘，圣剑劈死，监护人吗？水炮。死啦！火焰雞应该是死的，佢冇咁劲嘅防御，系啊，烈火辉耶，大巨蛙，风浪，风暴，水炮，水炮，水炮，大巨蛙，风浪，风浪，耶，系啦，就系咁简单。等我嚟啦，总算到我呢一步啦。又走，睇下你咧，为咗守护呢个旧世界所展现出嘅可能性，呢个世界会选择边一边，就喺呢度做个了断。喂，仲要再打，咁真系输得啦呢一场。我冇可能打晒咁多个喺度。而家你冇任何胜算，真系冇任何胜算。呢度逼勾，跟住再用咩 DD 金勾俾，闪耀冲锋，我哋可以玩一下嘅都。可以望多佢几只虫嘅，其实都哇低啦呢只，呢只妖精系哦一个妖精技死了，落雨月爆，哇劲啊！我仲可以打到咁多，差唔多啦嘛，到此为止啦。呢个真系赢唔到啊，打完第一个打唔到第二个，到此为止啦，连我都冇办法敌过拥有传说精灵同埋强化能力嘅彩虹火箭队。啊！今次会仲未到啊！唉，太迟啦，对唔住各位，要先去咯。N 啊，人因为有个精灵先可以向未知嘅世界前进，精灵因为有个人先可以发挥出真正嘅力量。相信你嘅基本啦、啊。唉，世界系唔会轻易消失嘅。莉莉亚就拜托你，为咗个未来一定要赢啦、啊。为咗我啲中药一定要赢啦、啊，许从。呢、这个就是机会力量啦，即使咧被收集五嘅碎片啦，依然可以将五完成。呢、这个系边个艾尔宙斯啊？咁多年嚟筹备咗五年几啦，终于咧今日可以彻底咁赢啦！吓、啊，消失咗，咩事啊？集聚机会，哇，竟然讲嘢，连光嘅能，连光都可以超越，咩事啊？啱啱嘅事情已经证明咗，究竟法利斯都系可以被打败，无论几多次咧，都系赢唔到我哋。呢度系咪要开始 save 咯？系嘛？我开始要 save 啦。等先，我开始 save 啦要。我一阵有啲咩问题喺度？嚟，边个话佢一个人噶？哇！终于到你班烂蛋，一个人顶咗几耐啊？佢先唔系一个人，搵小智喎、啊。点解小智喺度？小智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嘅，得你两个冇用嘅，梗系唔知道我哋啦。我哋仲有其他朋友，而其他朋友都有好多中药，应该被吞噬喎。我亲眼目睹啊！你要相信我啊，板木。冇错啊，确实咧，前辈俾人卷入咗纠结之中，但系咧，最终揾翻佢，成功将佢带翻正确嘅世界线。唉，越嚟越多真门啦，连国际刑警黑钱都嚟埋。你哋嘅计划全部完啦，要讲点解？因为我嚟咗啦，嚣张嘅小鬼跟住我咧，控制住咧嗰只神兽嘅力量啊！唔好太嚣张。哇！呢画面。劲多个主角，同埋劲多个首领，虚伪嘅人类，你喺边个世界都打算阻止我嘅计划？等离子团已经破灭啦，六位贤者都已经被黑刺一步啊，剩低你啫，最终嘅首领。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呢个连名都冇嘅无名小卒瓦解咗，而家连嗰位咧捕获咗我嘅七贤者个刑警小鬼都喺度，
正好啊，今次将你一次歼灭啊！睇嚟你一个时空俾我失败咗，就交俾我哋咧嚟收拾呢班小鬼啦！全员进攻，我哋都上啦，跟住就完啦 ，end game， 话咩嚟噶？火勇双打，唉，先落个雨俾大家冷静下先啦，李如龙啊！啊唔好，长毛鬼魔摆头，一二三啊，支付你。哎呀，点解个人突然望后？哇，呢个系阿 Van 嘅，呢个阿 Van 系边个 Van？ 系嗰个 Van。因为你冇胜算啊，呢个无敌护罩，新以太基金会打嘅第一枪，爆刺。拜此所赐，我的精灵能力不会被下降，免疫所有异常。因为正义感不再有任何效果，即系佢会可以下降到我的能力嘅，我又下降唔到佢能力嘅，系不公平嘅对决喎、啊。呢、這个系好话对面啊，物攻重啊，反射壁又嚟。哎呀，我冇技打，好似落个雨先，雷击接镜。冲啦！一嘢冲死晒呢批友，一嘢杀晒。我龙武啱啦，靠你啦，我顶住啊，杀佢快啲！我开龙武先，我都开龙武。哇！你竟然打唔死？哦，废唔废啲啊，大佬？哎呀，冇得打啦我，冇得玩啦，弱智。靠你啊，卡比兽。喂，回血啊，大佬！哇，终于冇人可以阻止我哋啦！救命，耐一耐之慢，光爆！屌你 ！T B 唔回血，咩法咧嚟噶你？咩对手嚟啊？唉，唔好用补咩啦，我一嚟即用大嘴殴打，最后一次用夹步人话。黐孖筋，哎，好似都唔同喎、啊。哇，雷电云喎、啊，系嘛？唔系，呢系飞行嘅龙卷云，但冇事啊。冲落，冰球，黐线二星技，咦，转咗队友啊？咁啲队友睇嚟可靠啲喎，咁长，咁系嘛？水炮。点啊？呢啲先系队友啊！喂啊！此言各有靠，输咗咯，已经输咗各位，开完啦，今日直播完结，我打唔赢此言各有靠。黐线达摩忽忽啊！打咩啊？达摩忽忽呢度？达摩忽忽点打呢两只嘢啊？一个水死晒。只不过就系用魔法闪耀又死晒，读到先啦，唉，急速闪，急速，系咯，呢个喷水死晒啦，达摩忽忽系玩嘢啊，大佬，啲咩队友嚟啦？自打一血更加免疫，每个 boss 都有技，所以每次都有两个场地，黐线，赢唔到，我觉得真系。咁我打水唔同会唔会好啲咧？我水唔同用水队打。咦，好似有啲諗头喎，跟住唔用大队友，用长毛巨魔。哎 ，OK OK， 又试下咁样啦，改阵容，我哋打水唔同。斜人唔打，垃圾斜人。两个人都有场地，系咩？咁两个人都有场地，好麻烦。咁如果火水咪会抵消咗咯？唉，唔去玩呢、這个唔去玩，我唔会同车日打啦，黐线，我哋同水唔同打，依家揀 boss 噶要，插 boss 咁打嘅要，水唔同咧，瞓着咗啊，水唔同咧，真唔见咗，咁多几下。出咗嚟啦！但系嗰个死机复生，火水变全场禁天气。O K，
咁邊個最好啊？哇，咁好難打喎、啊！咁兩個火水真係最易喎、啊。對於如果冇天氣隊嘅話，對於我有天氣隊，水火我打唔贏。跟住水加等離子先手，水又打唔贏。水加閃耀隊啊，好難有機會嘅。我哋係咪要拆到水？水加閃耀，我拆水加閃耀。唔同你打冇天氣，對真冇天氣。估唔到我要玩到要拆 boss 啫，系咪呢个啊？水唔同，系啊，系呢个闪耀队。OK， 就决定系你，就决定系啦，就打呢一场咯。死者复生同落雨，光场，忍住光场，系咪开唔到啊？光场。等先，我想试下。火水变呢个得意塔，即系阿烈空做嗰个嘛？开咗啦嘛？啊，开咗啦，开咗啦。反射壁都开埋，暴风吸动光线，跟住出句。高油卡嘛，加饭吗？系啊。咦？喺李月龙度啊？啊，喺呢个围巾，水炮佢呢只。哇，好凹痕咁喎，但系。个水炮，三 D 啦。但佢有水晶复身喺度。应该是水加免疫先系最好。啊系喎，阿边个？阿罩波。好，拆 boss 时间又到啦，一定打赢啊！如果佢唔使咁打咁多场咧，其实系赢到嘅。但系要啲时间，我要啲时间谂点样打，因为我道具限死咗依家我。系啊，呢度就算开二色技都冇用，佢会即刻翻山，所以其实我应该用龙武会好啲。咁但系呢一度已经输咗啦。诶、欸，唔系，有冇机会睇你表演啦，朋友，你咁快，你点会打唔死嘅大佬？话睇你表演啦，打死佢只二色只 S 只 X 先，跟住我再弹跳，你再慢慢打。避咗啊，大佬，你点做嘢噶，大魔法花？哇！废咗啊，佢只打魔忽，真系不能接受，太渣啦！佢打魔忽，完全唔入流，开错场，开错场，开个反射场，诶、欸，开咗啦，开咗啦，开广场，反射场 ，nice， 夹破人吗？射水吧，再射水吧，中啦 ，nice。OK， 起鱼龙，龙补一下先，顶住 ，nice， 嗰只嘢好似未死过，跟住只菇会打我，我系打只菇，靠你啊勇士英，唔使即刻瞓低啊，靠你啊打我翻 ，good 啊，做得好啊。诶、欸，你个二色技啦，二色，喂，打我分，哇，你唔系废到咁啊嘛，咁都赢唔到，好废啊，打我分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究竟你要逼我几多次啊？我咪应该要 save 一个 save 系喺呢度开始，我觉得可能系，不如喺呢度开始啊！黐线真系，真有病！喺呢度开始快好多，跟住再喺呢度，喺呢度已经唔得啦，因为佢
打唔死只龙卷云。最强 S L 就系咁样咯，跟住慢慢喺度等，等佢啲数值乱数乱翻，即系有机会可以杀得死咁就得啦。跟住用牛群蛙啦，系啦，呢度又可以四步啦，只有咁打先赢到啦呢度。做咩变咗呢个数字？啊，呢个 OK， 呢个 OK， 盖欧卡而家扣咗血，跟住我呢度可以用龙宝月爆王，又识狙击 ，nice。啊，如果最好嘅话就系呢度 save， 啊呢度 save， 呢度 save 住，跟住我可以直接打死呢嘢先，啊保护啊，唔紧要啊，哎赢啦！赢啦赢啦赢啦，收到赢啦，做呢只唔紧要啊，即系水死亡之翼靠你啦，靠你啦，再追追，哇咁多血嘅呢只，顶命中要害，白痴点解会咁噶？单挑水技啦。OK 啊，其实 OK 啊，其实我呢度龙武诶冇乜好特别，龙武好似冇乜。咦？呢度可以龙武喎？喂，点解勇士英你守护啊，大佬？我觉得你唔守护会好啲。黐线守护你啊！冰牛。系咪已经赢咗啦？射咗啲，哎呀，搞掂啦！彩虹火箭队啊，费拉达利水唔同啊，被打败了。彩虹火箭队嘅混元终将必破灭啦！哎呀，唔对路啊！是否要帮助同伴对抗板木二我的六人？黐线啊，又要再打呢度？板木二我的六人是否要帮助？其实我答否啊，呢度试下。啊、再打一冇所谓，如果答错，唔打咯。为咗保留昔日嘅余晖，为咗再度闪耀嘅未来，你就我哋最后嘅希望，开辟未来啦！究竟训练师已经战败，你仲再一次站到我面前，唔系冇得回血啊？好似真系冇得回血喎，有得回血啊！先四虎，唔紧要啊！如果你又输咗，我再。精神，我系咪应该系头先嗰啲？里面嗰啲刺系特工响光墙，我系班加拉应该要死。其实都唔系，可能刺系密攻咯，我觉得。反射壁咧，我反而惊特，我反而惊密攻。其实，不过其实密攻我都一下死嘅，我觉得咬碎佢，咬呢只帮助。真气弹啊！唉，好彩咯，咬碎，咬你超梦！哇，啲乜奶乜奶嘢炮嚟啊！我真气弹，太黐线。咁我唔用真气弹啦，系咪？咁我唔咩啦？但唔系喎。安详咗先啦，之后大水又急冻方式，又冇人吗？跟住欺诈呢只水炮呢只，啊，因为我用咗围巾，佢嗰个中烟计成日俾人冇睇到，瞓咗冇睇，红头地鼠加班噶啦，跟住岩崩，死啦呢个！中烟倒计，中烟倒计，呢、這个系咪一去到完都打唔赢佢当我输？冇天气，你贱人啦、啊！双转重，快速前滑，落地滚，土地滚，龙宝啊，系咪我都死嘅？如果我唔够佢快，其实呢度反射壁，乌泥炸弹 ，nice， 有沙尘暴，龙头地鼠。攀木暴打土地云，
set 技，二 set 技土地还牙分，又冇天气嘅贱人啦，攀木布冇啦，咬碎打，咬碎应该死，呢度都死，收场之果打外盘，唔紧要啊呢只，场地冇咗小问题啦，咬碎咬高超鸭。咬碎咬外盘，中冤之地仲有多久啊？场地的咩灵异被解除，仲剩翻两个，仲有咩噶？原来我唔记得揿，对面都咩噶？帮助毒击，趁珠，哇！索尔加油 ！Oh no！ 毁灭一切啦，光辉大神庆贺啦！这个就是彩虹火箭队把木封神的一刻。超级巨、超级巨、超级巨焚天灭世次光炮，今日奈克洛之马重启了世界，而你的眼睛永远地变成一片空白。唔话多啲我啦，哈哈！第二粒，第二粒，系咪黐线噶？好远咯，点打咧？由呢度开始 save 啦，呢度开始 save。我咪战你呢度唔惊啦，再开多下龙，再试刀，呢度唔得。冇试刀，我咪战你唔惊啦，呢度龙冇再试刀，只有龙冇可以救到我，我就觉得。呢度，黑布布打呢只，试刀打。我唔系，高超可以打死我。水炮打右边得未？安德拉，哈布布打呢只之后，咩噶？尖弓，顶住！顶得住，好啊！呢度我哋用攀布布打，哇，两只都危险。啊，唔系我哋打右边，跟住呢度尖弓岩分好似死。打唔死土地云啊，智障！佢啱啱守一守，打唔死土地云。哎，估唔到啊！我哋嘅龙头地鼠竟然打得赢呢只咁嘅好嘅板木，我都唔相信啊！呢下有啲难以置信，但系可惜啊，我哋都系胜出咗啦！终于，虽然用咗少少时间，咩话板木输咗，奈克洛之马仪式终止，啊，卡拉达。究极奈克洛 set 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把我老大佢做乜消失晒嘅？估计系违反咗时空法则，遭到反噬。吓、啊，咁点解唔一早反噬？因为你本来就系呢个世界嘅人，所以免遭此劫啊！真系大难不死啊！可惜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宝刀。走博，我以咧警察国际警察身份宣告你被捕啦！束手就擒，乖乖走啦！如果不从啦，我哋咧用武力噶啦，投我投我。算结束啦，都系场艰苦嘅战斗啊！终于结束啦，传说精灵解放，咁佢自动异变都平息晒。嗰边咧应该帮冠军咧制压小追嘅任务应该完结啦嘛。活动喺各地嘅几大邪恶组织啊，一网打尽，剩低嘅残党咧不足畏惧啊！唉，终于可以休息休息啦，系嘛？点点点点点，哇 ！PMT， 嗰啲系咪啊？嗰啲系嗰啲黑白嗰啲。锦标赛啊，系嗰啲锦标赛可以打。谷老大 ，PWT 就系黑白嗰个锦标赛，系啦。合众地区谷老大建造，真系犀利喎，整到咁多嘢其实都。GBA 嘅话，
不知来源的富豪出资举办了这个锦标赛，犀利啊！门票都不收，完全没有想要盈利的意思。我不想打、啊，我不想打、啊，好辛苦啊！打嗰啲其实开拓趋势锦赛。哦，田木梯完啦。啊！彩虹火箭队咁强实力都输咗，强大道路究竟要咩啊？唔通我真系错咗？不，你冇错，你错咗冇用药啫。彩虹火箭队咧告一段落啦，事情大家都翻到大吴豪宅咧，开咗庆功宴，道监拥有者都约好咗一同参加开拓区同埋世锦赛嘅挑战。完呢个宴会过后咧，久违地翻到屋企啦。耶！掌声鼓励。各位是啊、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打，是不是都是同样用我同一个方法，定还是即是 safe low 的话那个位置是不同，可能是早一点的、啊、我是直接在 game 上，直接在战斗中 safe、啊、直接搏他拿那个数值最大的那个来打、啊、即譬如可能一下打得死的，那我就 low 到他打到死为止。唉，难打难打，咁我呢一队咧就冇练个个体值嘅，啊，净系练咗努力值啦，改咗性格嘅啫，所以比较棘手，啊，唔紧要，我哋成功过咗啦，虽然有少少未必好睇，系啦，未知玩唔玩，因为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咧开个新，即系开新嘅嚟玩，啊，因为旧路宝石点讲啊，挑战性系真系好十足嘅评价，好似系要讲评价。救援宝石好像是很久以前已经有玩的了，我救援宝石二三四都有玩，但是都未玩到最后，二好像玩昨天玩到最后呢不记得，可能玩到彩虹火箭队之后就没玩了，但今次就玩到彩虹火箭队，真是这只 game 里面的二三目啦。至于刚才神路呢，就是刚才有观众都有看到，就是三周目的剧情的，我看过一下三周目的剧情呢，发现好像我自己啦，未算话好吸引嘅，未算话好吸引我去，哇，好想去三周目玩啊嗰啲啦，因为剧情啊，佢嗰啲剧情可能冇呢个闯火箭嗰啲咁紧凑，系啊，咁紧凑，可能比较倾向于比较自由性啦，开始变到，即系好似一啲正传 Pokemon 咁样咧，你一周目打完四天王完咗啦，冠军之后你自由噶啦，啊，你好少会话仲有其他剧情系啦。可能会有少少条件或者有少少任务俾你嘅，就系、是、你要做全图鉴啦。但系呢个都系你自由，系啊，即系一个自由可以活动啦，系咯。我自己嚟讲就系觉得救援宝石五啦，救援宝石五嘅二周目咧已经系呢个 game 嘅最尾咁滞噶啦，系啦。而三周目嗰个咧就系属于自由啲啦，系自由啲嘅一个探索，系自由探索啦。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完咗。诶，呢个 game 其实，大家如果有看都知道啦，非常之难打，就算是讲紧，我有一些精灵的知识咧，其实你见我都是打得挺辛苦的，尤其是把握最后嗰场添，最后嗰场如果是即系如果系以唔拆 boss 嚟打，即系每次随机咁样打咧，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，除非真的用嗰啲劲队啊，即系可能系神兽队啊，又或者是个体值高少少啊。真的很有组合的才赢到 的，否则的话你是真的赢不到巨鹿宝石的，所以我也很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很想开这个金手指去过，因为真的很难，而且可能有机会他用完金手指过到，可能是轻量的金手指过到的话可能会有少少满足感，但不知道我都没有怎么用过来玩 game。 Pokemon 的改版我应该是评几分，是十分满分，十分满分我应该评几多分呢个 game？ 八分啊，八分应该差不多啊呢个 game。扣少少分就是可能佢个自己整个场地咯，我觉得，因为佢自己整个场地真系好困扰，其实其实都几困扰啊，因为十时之间唔知道应该可以点样做，如果对手必定先手嘅话，系啦，咁就变到咁，但系当然有挑战性啦，系啦，咁同埋有好有唔好呢度系，系啦，见仁见智，系啦，同我之前嗰条片一样，见仁见智啊，所有嘢都。论剧情改版，特别篇先系最强，冇错啦。特别篇 VS 系我心目中最强嘅一个改版，系啦。特别篇 VS 我记得我系开九分嘅，吓九十分里面我开九分，因为特别篇 VS 就太多嘢玩，系啦。计埋主线剧情，再加支线剧情，支线剧情就算系玩到依家呢一刻，我都有部分记得支线剧情系咩剧情，所以特别篇 VS 嗰个用心程度
兩個方向咯。特別偏咧，佢係屬於唔算話太難，一半半啦，係啦，佢未屬於好難啊，但係佢擁有一個好強嘅劇情。擁有一啲新嘅精靈啦，跟住擁有一啲支線劇情啦，跟住佢會有一啲恐懼劇情啦，即係有啲唔同元素嘅劇情。雖然呢一個都有啦，呢個都會有嘅。但係咁個兩個唔同嘅嘢啦。仲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啊？諗下先。呢個 game 唔好嘅地方，冇咯，好似冇咩特別話，真係唔好，係咯。冇嘅地方可能係有啲文淡嗰啲咯，嗰啲題目啊，嗰啲題目要扣分要講。之前嗰個咩改性格嗰個題目咧，哇黐線勁難。一啲就話一啲係咧啲問題係問一啲筆嘅，係有啲問題係筆嚟嘅，即係譬如可能咧有邊啲筆嘅問題咧，即係啲遊戲漏洞啊。佢會問你啲遊戲漏洞，呢、這個漏洞可唔可以令乜乜乜進化？原本應該唔得嘅，但係因為透過嗰個流動嗰個筆咧，所以就可以將佢進化。咁呢度咧，大部分人都未必知啦，係啦。如果你唔上網睇答案，其實你根本唔會答得出，真係。呢個 game 最大的問題就係嗰、那個點講咧，好多嘢都要睇攻略，好多嘢都要依靠攻略咯。你唔能夠自己探索咯。雖然有啲遊戲即係特別 PVP 都可能係，但係特別 PVP 我自己都有機會會知道哦。我原來依家要去點點點，要去點點點啊！依家要去幾多幾多號道路揾人係啦，都會有講嘅係啦。一啲啲可能冇講啦，但係好多都有講啦。而呢度比較唔好嘅就係個問題啦，我覺得。跟住仲有個二色神晶，係二色神晶，你唔睇根本唔會知道喺邊嘅，都係係啦，都係棘死咗。如果你唔睇攻略，定還是有一個方法可以揾到我唔知啊。我真惊讲错咧，啊原来有二色神晶揾噶喎，你可以揾唔知啲边个 NPC， 佢会话俾你听，哦火喺边度边度咁样，系咯，系咯，不过大致上就咁，呢个 game 八分啦，系啦，难度方面就十分难，系啦，如果你拣中间嗰就超难，第一个就应该系探索啦，探索游戏，第二个就系、是、我唔记得有边几个难度咯，系咯，咁啊够你补四五啊，差唔多啦，唉，玩咗咁多先，三周目就到时再谂，系啦。